就话说这个角度就来了，这个世界赛了哈，奥运会的那个总决赛，所以因为很多粉丝嘛，整个那个球场旁边全部都是粉丝，球场旁边全部都是粉丝，拿出那个荧光棒那边喊加动加动加动，哇，非常的 hot 哦。加动就缓缓的拿起了他的球，他的铅球在这边哦，拿起了铅球，他要就要丢出他的世纪一丢 world record，这 world record 是多少？-5米。这个测量这个物理量这个关闭的时候哦，因为它的这个当物理学越来越发展越蓬勃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不同的 unit 啊，不同的东西跑出来，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就遇到问题，就是我的这个测量的这个量哦是会变动的哦，它是会改变的，OK 会改变的，然后要怎么样解决呢？好，所以这个一样咯，讨论讨论哦，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它变成。两种关系地就是，对应的是方向跟没有方向，OK，我们叫 scalar 跟 vector。关系地 scalar 就是关系地 physics，我们不要以 magnitude charge，好像我刚才有提到哈、哦，五个 cm，对不对？五这个号码就叫做 magnitude，OK，、okay, 这个叫 unit 啊，对不对？这个叫 unit。这是第一种，就是它只有 magnitude 罢了的，5 cm、3 cm、0.2 cm，好，冲舵，好，什么叫 quantity scale 冲舵？比如说班量，像我们刚才用的那个，七个那个阿萨萨 quantity 阿萨萨都是属于 quantity scale 哦，班量啊、玛萨啊、苏布，你看这些套码就是有号码吧？班量5个 cm，玛萨5个啥？舒服五个 Kelvin ，DC 嘛，五个 kg 啊，拉就这种也是属于 Asas，不是 Scala 讲错了，五个 meter per second 啊，Luas 啊，DC 八度啊，这些都是属于只有 magnitude 而已的。它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 vector，OK，、okay, 这个叫vector，华文叫向量啊，这个就有点难明白，就是它除了有 magnitude，它还有方向的啊，这个就是它的差别啊，它有方向的 ，OK，方向了，好，什么叫有方向哦？比如说你讲了那个物理量之后，你还要加一个方向给它哦。OK，是沙浪啊，momentum 啊，这些是我提的东西，都是我们后面会学的啊。只是现在你还不懂是什么，就蛋啊，阿拉就啊，加压啊，这些都是属于 vector。当我们在解释这个 quantity vector 的时候，必须要加一个方向。所谓的方向就是说，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讲这个方向了啦。比如说，我可以。比较精准的，我可以讲啊，多少度东，多少度东啊，南多少度啊，西多少度啊，或者是上面、下面啊，这些都是方向。OK，左边、右边都是属于方向。OK，或者是比较 abstract 的，就是比较力和打热，打热对不对？哦，你打出一股力，呼，打一圈有力，这样感觉到我的力吗？然后那个人讲有，我感觉到你的力在我的心里啊，这个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方向，对不对？哇，这个力，我感觉到一股爱往我的心射过来啊，那个方向。OK，好，这个有方向的就是属于 vector。不过刚才我讲的那个一股爱，那个不属于 quantity 啊。好，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数学模式来的，就是个方向是往哪里去。OK，可是我们现在学的很简单，我们这一个 bump 哦。不是我们 bub duo 啦，bub duo 我们学的叫做diagonal gragan，我们学的这个运动哦是在一条线上的了，最简单的叫 gragan linear，OK，gragan linear 这个 bub duo 啦啊，好，我们学的运动是在一个线上而已，叫平线上运动，OK，一条线而已，所以呢，我们的方向只有两个罢了，我们 vector 我们看把力量 boli boli 我们不能用，我们 negative 它可以是。negative 的号码了，可以是 negative 的号码。
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哦？我拿斯沙任来做一个例子，OK，这里有一个假设加栋了哈，加栋，好，加栋是一个铅球选手，哦，丢铅球很厉害，哎，非常的厉害，加栋去哪里比赛哦，都是拿第一名啊，OK，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所以就话说这个加栋就来了这个世界赛了哦，奥运会的那个总决赛，所以因为很多粉丝嘛，整个那个球场旁边全部都是粉丝。就在旁边，全部都是粉丝拿住那个荧光棒，这边喊加栋加栋加栋，哇，非常的 hot 哦。OK，那么这个加栋就很高兴哦，他就这边哇、哦，谢谢大家，感受那一种啊、受欢迎的那种热量，哇，非常的好。OK，那么你就看哦，铅球选手他在丢的时候，他其实有摆的，对不对？有些会往下，然后往下一二三才丢，有些甚至会转个圈，有没有？好，那这些都是。这个我在班都会教到，那个就是一种提升那个 impulse 的方法哦，那个可以飞更远。那么这个加栋就缓缓的拿起了他的球，他的铅球在这边哦，拿起了铅球，就要丢出他的世纪一丢。那么他非常有自信，这一丢呢能够打破世界纪录，打破世界纪录。OK，于是他就开始摆拍，然后就往后哦，往后移。OK，往后移，一、二、一。三，OK，要丢的时候刚好还要丢的时候，这边他的一个支持者喊很大声的，他的女朋友喊大声加栋，结果他就吓到一下啦，吓到一下，结果一不小心吓到了脚就一绊，勾到自己的脚，结果他往下倒啊，OK，往下倒，结果加栋倒下来，嘣，那他的球就滚在这边，对不对？他的铅球就滚在这边，OK。我在这边，加栋跌下来了，现在咚跌下来，打在这边，哦，跌下来了。诶，好，这个时候那个 board 出了 world record，哎呦，他竟然可以拿到世界纪录哦！这 world record 是多少？-5 米。-5 米。OK，什么意思哦？他本来应该丢前面的，对不对？啊，我们往前丢了吗？要丢23、20米、30米，但是他现在跌在中心点的后面，把我们跌出去在后面，结果他的 world record 是 -5米。OK，还是拿到 world record，但是这个 record 是往后走的。OK，好，这个就是一个 example 哦，什么叫做 vector quantity vector 哦。也就是说，它的方向啊，我们现在学的最简单的那个干理念哈。假设我这里是 starting 啊，如果我讲右边是 positive 的话，左边就会是 negative。OK，所以如果那个啊，我们叫 Sasaran 等于 -5 米的话，代表说这个人是往回走5 米。OK，如果 Sasaran 是10 米，他就是往右边走10 米。开始出现方向哦，OK，出现方向了。同样的状况发生在Dyer，我们讲 Dyer 也是一个嘛。比如讲你一拳打过来，砰，一拳打过来墙壁哦，一拳打过去砰，你给墙壁的是10牛顿，假设啦。好，这个是牛顿第三定律啊。你一呼过去墙壁10牛顿，诶，同时墙壁会给回你10牛顿，但是是反方向。打就是你打去，哎，那个墙壁给回你一个10牛顿的力，你就觉得，哎，手怎么这样痛的？好，因为是反方向，所以它叫 negative。OK，所以能够有 positive negative 的这样子的差别的，就叫做 quantity factor。